可爱哎，而且它的布料是什么？是蝴蝶结，它就是满满的牵手的蝴蝶结、啊。你没有看到这个透透这个地方？它是棉码的，棉码的。然后手牵手一个菱格纹的这个蝴蝶结组成，然后这中间还有小的蝴蝶结、大的蝴蝶结，然后整片刺绣的蝴蝶结组成的，它算是刺绣啊，但是它不会刺，它完全不会刺、我们穿上去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舒适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觉得也是很不错，大家就不用害怕，因为这个、公主绣、有时候这种薄料公主绣还是没有办法有挺起来的那个效果，它就里面加了这个小小的垫肩，对，它加了垫肩也，我觉得它这个性能不错，黑色它就加黑色的垫肩、但它就是那个水果那种的、对，比较挺，就是因为有些女生她的肩膀比较没有这么宽，就没办法把这个公主绣撑起来，你的那个肩膀比较斜，对，然后就可以靠这个小小的一点点的垫肩，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个扣口这里啊，不会勒、啊，对，不会勒，它就是有一个小小的，不会太夸张的那种公主公袖、但是不会勒，超在一个小小的小罩衫，我觉得这如果穿那个连身裙也是很漂亮，就有个小罩衫罩在上面，吊鱼它就短短小小的，反正可以显比例，对不对？是完完全全没有松紧的，我觉得这件对，有一点牛仔裤，或者宽裤子这种对这样子，要不然就是啥，我就把这裙。对，我这样子也比较帅一点，它就是很日常好搭的款式，对对对。然后你如果敢穿短裙的话，搭短裙那是最，像吴小轩这